第十二题，使一个质量一公斤的物体在无摩擦力的情况下获得一公尺每秒每秒的加速度，所需的力量大小是多少？根据我们的公式呢 ，F 等于 ma， 让我们一公斤的东西产生一公尺每秒加速度的叫做一，这个单位是牛顿，所以呢，我们就是一牛顿。所以第十二题答案问我们说，它所需要力量大小是多少？我们答案选的是 A， 一牛顿。